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哈、哦，它要你求这个三次函数图形的对称中心、啊、那它的对称中心 O 哈、哦，就是 H， 它跟那个 F 呢 H。好，那 H 多少 ？H 就带公式，三 A 分之负 B 啊，三 A 是负二，分之负 B 负六，这个是什么一啊？然后我用那个综合除法求 FH， 哦，用那个等于是余式定理，负二加六加五减四，带多少呢？带一啊，那就是负二。这是负二了哈，加四，加四，加九，加九，所以这五，啊这个就是 F H 的，所以是五，所以呢这个等于多少 ？H 是一嘛，那 F H 是五了，所以对称中心呢是一五。